今天有位粉丝不远千里赶来犬舍，想要选只狗狗。哎呀，是真爱粉没错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这小米熊是吗？对呀、啊，这三只小米熊，好奶萌呀，是奶雕呀。你太热情了。这上边是那种小博美是吧？对。睡觉，多可爱呀！这个太美了呀！休息。这个好。对，这个眼睛比较大。但是我想要小米熊，可以没有修毛的，抱着暖乎乎的那个。这只是没有修的。哇，那它毛太炸了。这个好看呀、啊，我拿出来看一下啊。有一只黄的，一只白的。哎呀，这只黄的好特别呀、啊，它狮子毛的是吧？对，整个就炸开了，但是感觉还是这个好看哎呀，这个五官长得好漂亮呀，洗完澡更好看。哎呀，这个眼睛还特别大。哎呀，这个小米熊好美呀、啊。哎，这个小短腿我喜欢哎，我拿出来看一下。可以的。哎呀，天哪！啊，你这小尾巴那么发热呀？哎呀，这两个都好可爱呀、啊，你看这肥膘，哎呀。它这个是娃娃脸的是吧？对，你没发现没有，这个比熊眼睛更大一点。这样不对比还看不出来一对比是吧？对。哎呀，这两个都可爱呀。对，这比熊不掉毛，这个性格比较好一点。那我让它跑一下吧，我看一下它俩状态怎么样。可以，可以。哎，比熊活泼呀，我感觉。对，比较黏你这一只。嗯，它太安静了，这个。那个比较温顺一点。哎呀，这么乖呀！哎呀，这是小奶标。太可爱了，这小奶狗。哎呀，你可真是个宝宝当宝宝的命呀！嗯，哎呀妈呀，太可爱了！哎呀，太奶了，这个太黏你了，我天哪，像个孩子一样。嗯，对。哎呀，以后就把你当成我的孩子养了。太幸福了。好了好了，走了，美女。我们走了啊，拜拜。嗯。